据台媒体消息，柯震东出席活动时曾透露老爸很满意女友萧亚轩，他说，我家是卖衣服的，他会请教我爸意见，我爸觉得他人很好，品牌也很好，甚至不排除两人闪婚的可能性。21岁的柯震东和33岁的萧亚轩相差12岁，外界虽然不看好，但柯震东却信心十足。日前，柯震东与萧亚轩又在网上公开秀恩爱。萧亚轩凌晨在微博上留言，人百百种，但我认识和记得的心只有一种，我会更努力去感受，更清楚我的爱该给谁，但我很幸福，我还有勇气做自己和活在此时此刻，加油萧亚芝。柯震东在第一时间回复，加油，一定有你值得付出值得爱的人，我也会努力成为那个值得爱的人。酷旅网美媒娱乐为您整理报道。